亲爱的兄弟姐妹平安，啊，咱亲爱的小朋友嘛平安，圣诞恭喜，圣诞恭喜，咱好听到咱古来的掌声，福音的掌声得大难，因为咱的主耶稣降生，那是带来好消息、好消息，福音。这时阵，咱要奉着得胜主耶稣大得胜的名来开始咱的早起的祷告甲敬拜。啊，伫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一节到十二节，安尼记载讲，因为今仔日伫大彼得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恁要看见一个名用火包困在这里的，就是火炼最厉害。以前几礼拜，咱用天后用父母的心来，以发起来迎接纪念咱的主耶稣的降生。也同时，咱嘛要用咱来用天性的心来思想咱的信仰的生命。跟我们的主耶稣的关系，父母信心来帮助我们点着当点着我们心内信心的火种，也帮助我们可以恢复起初我们认捌主、我们听主热切的心灵。这时阵我们请我们同心来祈祷，让我们安静看好了。耶和世间人的慈悲上帝，我感谢阿罗哩，咱伫这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特别的生日，我要对你遐领受盼望，领受平安、信心甲欢喜。我搁较要感谢你，就是主，你听，你若凡属你的人，你唔爱阮沉沦伫做捆绑的深渊内面。你找你独生的圣子耶稣，真做万位者，拯救我们脱离黑暗的关系，牵刷我们进入你所听的子的国度内面。我们踮伫遐要得到救赎，罪也要得到赦免。感谢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大有福气的人，因为我们人算什么，你要顾顾念我；人算什么，你要顾。怪一个怪一个怪，特别上帝你也体贴我是土著的起步，我有的，我能吃，我常常非常要上帝你的荣耀，你也无因为安尼来气杀我，犹原看我最宝贵，将我的名刻伫你的手底下收，疼我保护我，如同眼睛的同仁一般。主啊，我感谢阿罗哩，到伫这个时阵，恳求主你施乐，你的宝血来清洁我，予我会通得到心清洁、手清洁，用敬虔圣洁的状态，恭敬向你献上我今的早起的阿罗甲敬拜。主，我感谢阿罗哩，我恳求你来欢喜、来感恩，也享受我。奉你所拜的心意，我安尼同心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这个时阵，要邀请大家起立，做伙来阿乐，天使歌声对天来，庆祝主耶稣的来临。
来行平安礼，咱有甲咱的兄弟姊妹讲圣诞恭喜。
算下继续来欢乐，咱来预备上帝，咱来敬拜祂。祂是荣耀的君王，祂是和平的主，
心来引导。耶稣是弥赛亚，是我的救赎主。因为除了主耶稣以外，我无有拯救的。因为伊伫个世间无受死别个名，予我通得着你。主，你是至高，翻过全地，至尊，翻过千世界。你是荣耀的君王，是和平的主，是万民的源头，是万生命的源头。主，你是圣洁无瑕疵，除你以外，无有别的神。你带着大开咱的生命，予阮伫软弱的时阵会当得到帮助。你大开咱的生命，当阮灰心失志的时阵，予阮有盼望。当阮的身体、心灵疲倦的时阵，你是医团医治的大医生。当阮失落、当阮欠亏的时阵，阮就要对你遐得到丰盛的祝福。虽然说阮确信，无论阮伫啥物时阵，你拢关关坐伫做哦，让阮会当安然自在。因为主，你的名称最。伊妈罗尼，逐时阵拢答阮三脚起底，祝阮感谢罗尼，逐时阵你拢陪阮三脚行，阮要向你献上感谢。阮来领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上帝赏赐咱一项。极宝贵的恩典，所以这个时阵，咱平凡咱的心，咱无奈的，会主大大来打开咱的心门，来领受这项宝贵的恩典，有一件礼物是人。耶稣，
sanctified, the people who in the living. 咱是主的百姓，要来接受。在咱有限的生命内面，咱是不是有精神？咱是不是有重要的？咱有做的。两个姊妹在时阵，我要邀请咱同心来祈祷。我伫今日来准备，我搁一届祈祷的灵恩酒。我伫着求时刻着你的稳定，这就是这不是出自我家己，乃是天父上帝所想所的。主要所来，要让我有得到生命搁较丰盛。主要所你来，命带来喜乐，带来平安、信心，命带来平安。主要所你的来临，要让我有更新的生命。我会当结点在基督内面，会当有真实，真做一个真实基督徒的款式，活出水的见证，贪将荣耀归乎天父。也伫我有有限的能力内面，呼求圣神来帮助。予阮通把握这个机会，予阮五灵大满来拍开阮的心，邀请主耶稣来进入阮生命当中，来坐在做王，掌管阮，直到阮生命的末尾，地球一定安，归于伊所欢喜的人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咱是不是上帝所欢喜的百姓？我求主耶稣你来引领我，因为我常常得罪人，我嘛有辜负的上帝。主啊，我求你来赦免我，我们因为许种过犯感谢。因为我一世人上大上大的福气，就是因为主耶稣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我就会无所谓。我们如果拥有主耶稣，我们就要拥有所有的钱。我们来祈祷，奉靠主耶稣的圣名。